那么老师跟哪一个同学讲？我们相信也是其他同学的问题。这张投影片呢，在讲什么？你看到，它这是阴影的面积，然后这个是点线的面积。那阴影的面积呢，它是矩形啊，矩形就是长方形哦，所以可见呢，现在讲的反应器啊，不是别的，它就是分流式反应器。那么反应器有小啊，有大啊，你看它的面积也是有小有大啊，由这个面积呢，它是反推去，反推过去，它是讲体积，它讲的是反应器的体积。那同学说，啊，你画出来怎么是平面图呢？体积不是要画立体图吗？可是你知道面积就知道对应的体积了啊。不需要画到立体图啊，立体图，哎，有同学没有立体概念的呢？立体图有些同学很容易接受，错误嘞，有的同学怎么看都看不懂的啊，那个跟你的数学基础、物理基础有关，数学基础、物理基础特别好的，它的立体概念特强，不用怀疑，电脑程式呢？特强，很奇怪，就这样。但是这样的人是占一部分呢，懂意思吗？不是三度空间呢，在十几二十年前呢，台大就有一个硕士生呢，他就导出他的硕士论文，物理系的，不是物理系的，数学系的，他就导公式啊，导出来。导出来，没有人说到错，找不到错。我们目前生存的空间呢？那他们说，哇塞，四度空间，怎么四度空间？哎，所有的物质材料都是三度空间，长、宽、高，三度空间呢？那另外一度空间是什么？时间嘛，四度空间呢？飞机在这边飞啊，那我知道它飞3万公尺啊，它的高度我看不到，现在飞1万公尺我看得到啊，那这不是高度吗？啊，那飞机的长，那么宽我大概也知道啊，长宽高啊，那飞机现在我目前看到在这里，一下子跑到这里，一下子不见了，所以它跟时间有关，四度空间容易想象，可是人家可以导出七度空间呢。还让学生导出来，啊，这不是目前的学生导的，早早啊，好早以前就导出来。现在的世界，我们生存在七度空间，是有人说推翻掉了，不对，现在是12度空间，那更迷幻了，对吧？你现在什么空间？还有一个什么平行空间？还有一个什么反物质空间？好，一大堆的。啊，那到底是四度空间不对了？那现在要你看四度空间，哎，两度空间得了，好不好？要你看七度空间，哎，两度空间得了，好吗？所以这个面积啊，就对应的反应器的体积大小了。面积越小，反应器的体积就是越小。反过来，这个面积越大，反应器的体积就越大。那现在这边告诉你啊，你给我用两个反应器去组，那这两个反应器呢不可以等大小，一小一大。好，那一小一大呢？那我可以啊，一个很小，一个很大，它没有限制你哦，但是不能一样大就好了。其实它也没有这样限制你，它也没有这样限制你，它也没有说。他就是说两个反应器就对了，要一样大小也可以，就两种情况嘛，不是小就大，要不然就是一样大。还有第三种情况吗？有啊，老师，这个反应器比它小，
这是一种情况，对不对？这反应器跟第一个反应器跟第二个反应器一样大，这是第二种情况。第三种情况，第一个反应器比第二个反应器大，那就有三种情况了。但是不是一样？而且老师把它简化成两种情况，反应器一小一大，要不然就是相同的。好，那么他现在给你一个任务，我一定你离开这个反应器串联起来哦，两个要串联起来，它的转化力呢是 x2。 那请告诉我你要怎么组合这个反应器啊，它不限制你大小了。现在老师铺铺诶，刚刚讲的现在铺雕不限制你小的，反正就是两个就对了。那么转化力离开的时候，我一定要 x2， 你给我 x2 就好。那这两个反应器呢，顾着你摆，小的要排前面，大的要排后面，或反过来，大的排前面，小的排后面，随便你排。但是我要花费越小越好，所以你要买的反应器啊，体积呢越小越好。你反正你一定要用两个的，但是你要达到任务哦，转化力一定要 S2 哦。那我怎么排？反正我随便的排好不好？我小的排前面，大的排后面。那另外一种情况，大的排前面，小的排后面。那我这样怎么知道我排出来的反应器我得到的体积最小？我可以帮公司帮老板省更多的钱，因为我反应器是我设计的，是我去采购的，我设计我采购的，我要负责任的，懂吗？向北韩改币值货币政策，晓得吗？改四次，四次都失败。那么财务部长抓出去宰了，干掉就枪毙了，政策错误就枪毙了。你这反应器设计的不妥当，你让公司让老板了钱，抓出去干掉就枪毙了。你们不会毛起来干？你当然要毛起来设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来，现在已知的这些条件啊，已知的这些条件，我们这条曲线，因为它先 A 反应变成 B， 它的反应速率啊，跟转化力啊，这个关系呢，你已经很清楚了。这条线呢，就永远不变啊，这条线一定是固定的啦，不会改变的，对不对？好。那我怎么使这个阴影的这个两块面积呢最小？那无非啊，注意听 ，K P X 2 零，反正这两边呢都已经固定了。我管你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看你驱动情况都可以。你要看你怎么去排列哦。你如果不会啊，都懂得它的原理。你可以随便你排列呀、啊。好，那现在老师目前排列就是出现这两种组合而已呀、啊。好，那我如果这个点线的面积呢，如果是最大，那么因为它是相同的 KPX20 嘛，啊，我这个点线的面积如果是最大的话呢，那我就挖空了一大块啦、啊，剩下来的阴影的面积就变成最小嘛。所以分成两派啊，点线的面积跟阴影的面积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好，那现在我就要求点线的面积最大。好，那点线的面积最大呢？哎，老师这边有教你这个方法，课本没有，课本还没有教你呢。这是老师教你的，就是在一个曲线。这曲线下呢，我可以画出矩形、长方形。那我可以画出几个
几个禅王请啊，无限多的。那同学说学这个干嘛？我就当你学到，你到研究所啊。啊，老师怎么会这个？老师研究吗？你到研究所的时候，你要做太阳能电池啊。太阳能电池呢，要计算，你照射光，你要转变成电，光电的转换效率。那你要怎么样呢？这边的 Y 轴呢是什么？短路电流，横轴就是 I 啦，电流。横轴呢是开路电压，所以 X 跟 Y 不一样啊。那你要在这个 SY 电流跟电压之间做图，也一样要读到一个最大的这个图。如果得到这个最大的图，对应的你所设计出来的太阳能电池，它的光电转换效率就最大。那同学，哎，你现在在活动里面学的，你学的这个东西就不能应用到别的地方去吗？有规定一定要在活动里面使用吗？没有。现在老师给你垫下基础了，你到研究所，哎，一样哎，我可以把它套用，但是要看你的基础好不好啊。啊，你学过都忘记了，你就不晓得怎么应用啊。你学过，不变成你的基础，你被这些学过看过，不变成你的 common sense。万一忘记了，你还有印象，你还可以回来翻书，还可以回来翻笔记。不是学完就丢掉，你还可以变成你的参考书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就告诉你喽。我在这个曲线下面，我会画出无数的矩形，但是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矩形的面积呢，它会得到最大，这个面积最大。什么情况之下会刚好最大呢？也就是我这个，我这样画啊。跟这个曲线交在这个 M 点，在这个 M 点切线，就是这个斜率啊，它刚好是等于这个对角线的啊，两个斜率平行。那你怎么知道呢？我们数学式是导的啦。来，这边的截面积 A 啊，不是等于这里到这里是 X 啊。这里到这里，所以矩形的面积是 x 乘 y 啊。啊，我要求最大最小，数学上就告诉我们啊，它的微分等于零嘛，等于零就是极大极值极小值啊。好，那我就微分 dA， dA 等于零，等于零不是极大就是极小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好，因为现在有两个变数啊。我要固定一个变数，微分一个变数，将反过来另外一个变数固定，再微分另外一个变数，就是这样子嘛。啊，这个等于你把它整理一下，就等于这个啊。所以这一点的斜率，它不是等负的吗？你看斜率这样就是负的啊，斜率如果是往右边这样，这样正的啊，它这是斜率是负的啊，有没有？这是斜率是负的啊。它这个对角线的斜率，它不是这里就是 y 吗？这里不就是 y 吗？啊，这里不是 x 吗？所以 delta y 那就是这个减掉零，这 delta y， 啊，这是 delta x， 除上这 delta x， 啊，这不是对角线的斜率吗？对角线就是这条，它，啊，斜率就是两个平行的时候，那你这样画出来的矩形面积最大。哎，有这个，来套用呢。同学说奇怪，我不会用的，为什么不会用？老师，你这个曲线是向下凹的呢，可是你现在要让我应用的时候，曲线往上凹，我不会用的，两个凹的方式不一样。老师，你要跟刚刚的一模一样，我才会用啊。是这样子的吗？你要去，你回归上来就回哪里？你从哪里来的？再回去吧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也一样啊，这个也一样，一样什么？哎，你看我的点线的面积啊，现在这个刚刚那个虚线
我现在向上凹了，刚刚向下凹一样啊。好，我刚好过这个曲线的 M 点，这边的斜率刚好是这点线面积的对角线，它两个不是平行吗？那这样我在这 K 这 M X 2 0这个地方里面呢，我就找到最大的点线面积了。这点线面积刚 O 掉，那我就得到最小的阴影面积的了。所以我现在设计出来的两个反应器呢，一定最省钱的。我可以帮老板省钱，否则老板会把我变变。变变是什么？把你开除了。因为设计这个，这几天是几天呢？这个是冷电呢？你能不能把老板开杀呢？反应器呢？就贵呢？你讲讲，你以为这是一百块，还是两百块？两百块可以当掉我紧啦！这你是笨蛋，当五千万呢？你的设计不良，一差就差五千万。那、等一下下次更换的时候，你设计错误，那又要买一亿的反应器，哇！那你不要走路吗？那你设计的好，你帮公司省下五千万，你直接就从工程师调经理了，副总经理呢？不是普通经理呢，直接调副总统呢？超过行政院长了呢？行政院长上上就备位总统了呢？因为你帮公司一下子就省五千万啦、懂意思吗？结果你发现什么意思？哎，比较这个图啊，跟前面的图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小的反应器啊，跟这个大的反应器，其实它们差不了多少哎。差小的反应器的体积跟这个大的反应器的体积，差不过四分之一哎，或者是五分之一。后面这个反应器的体积一定是比前面大，这没问题。大多少？大差不多四分之一，或者是五分之一。可是跟前面的不一样哦，前面呢，你是这样子的哦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你没有那个观念的时候，啊、老板要你设计两个反应器，他没有规定反应器大小哎，两个一样大，一小一大，小的离很离谱，大的很离谱，他都没有规定啊。那你看，我这个如果很小啊，这个是很大。这有多小？连它的一半都不到，再把它切成四分之一，连四分之一都不到。这个小的反应器比大的反应器的体积小为四分之一。那这个反应器呢？跟这个反应器呢？哎，这个是小于接近它的三分之一哦，接近它的三分之一哦。结果发现这两个答案都错的。你所使用的这两个反应器答案都是错的。你应该使用这个小的反应器跟大的反应器快相同的，间差四分之一，结果发现你这个设计最后你还是被坏了掉，你还是被掉掉。为什么？你这两个反应器要一样大，比较省钱。好，那同学说，那我就一样大好了，一样大。你可能要增加到这里来，这样才会跟前面的一样大。好，那这样一样大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一样大，你要增加到这边来。那么这个时候的，对角线跟这边的对角线会不一样，会差一些。为什么要一样大？因为弯小的反应器坏掉了，那你仓库里面呢？又多了一个 spare part， 就是多一个备份的，啊，你刚好备错了，你买了一个大的反应器，你以为那保料没上去卖，所以你跟那几个保料没，那个保料没上来，剩下来几个派一个，啊，派一个新就上一个，多了的反应器倒回落呀，因为你这个空间有限啊，这个空间有限啊。你这就躲掉吗？就倒回了呀，所以最后就把你坏了掉了。啊，你干脆买两个一样大，
两个一样大，你要仓库里面要放小的，要放大 ，OK， 你小的坏掉也好，大的坏掉也好，都可以换，这样了解吗？理论上来讲，这个是理论上来讲的，实务上，你在产业界在工厂待久了，你觉得这个理论呢，不能相信，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啊，不用啊，有的是经验值，经验得到的。哎，有的，他经验很厉害哦，但是他说不出一个人，说不出一个道理。他让我们读过书的，他只要把经验跟我们讲，我们马上给他分析他的道理。哦，他马上就懂了。哎，有时候你没有跟他讲，他永远不懂。他错了，他没有办法改哦。啊，那你又懂理论，他又配合经验，那么是不是最好的状态？是被技术拖延。下个礼拜如果我们没有法师是，哎，老师准备，你看到第八章了，这是第八章了。好，再来我们讲到他如果现在反应呢、啊，他不是简单反应啊，他是平行反应，像现在这样 A。特别反映这个爬，爬是你要的 desire 主产物，那它还可以反映成 S 是你不要的 unwanted 我不要的，那这是它的副产物。好，那么大部分的情况反应都是这样子，你很少很少，几乎没有了。在成为中的时候 ，A 反应得到的一个产物100%，通通都是这个，很少，这个比例太少了，99%它都会有这个副产物，了解？啊，所以你要多要经过全文化的工作，所以哦，所以这边涉及到一个，你负责啊设计的人。你怎么得到你要的东西？条条道路通罗马，那你设计者就决战观念，决战他是 key man， 他是啊领头羊，这公司会不会赚钱就由他决定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设计的东西 A， 他如果要得到 R， 他可以 A 反映那个 B。B 反应变成 C，C 反应变成 D， 最后反应 D 再反应变成 R， 可以啊，给它装起来的。啊 ，A 反应变成 B 的时候，它有副产物啊，知道吗 ？A 反应 A 是有用的东西，变成 B 的时候 ，keep 光，只剩下本来是一公斤，现在剩下500克。B 反应变成 C， 个 keep 光 ，C 的产物剩下250克。C 反应就变成 D 和 K 就光，最后 D 反应变成 R， 你要的剩下2个，懂意思吗？所以这个是很差劲的东西，所以你的反应的步骤啊，不要很多步骤，越简单越好。你反应那么超过10个步骤，就是很烂的，烂的很烂的步骤了。
你要很简单，因为为什么？对老师这边讲的，每一个反应步骤都会有副产物啊，啊，所以这个热量会在消耗损耗啊，啊，你只有一个步骤 A， 直接就可以得到 R， 这样子 I 就得到 S 副产物。好，那么有两个产物哦，所以它就会有竞争哦，是主产物多还是副产物多？就形成了是竞争的、啊。好。那么这种情况，啊，你要知道，有平行反应的，你要，啊，你要使用哪一种反应器 ？P 式反应器呀、啊、，PF 啊 ，MF 啊，哪一种反应器？啊，你要知道，你要使用哪一种反应器种类，而且你要知道反应器的大小。而且你要知道它的什么生成物，现在是 R 主产物，副产物是 S， 它们的分配比，它们的分布，到底生成主产物比较多，它是 78， 啊，另外一个副产物 S 是 38， 你要这个要搞清楚啊，因为你做实做了，你不能不搞清楚啊。好，还要有 two requirement， 你要符合这样的要求，啊，符合什么要求呢？这反应器的体积呢，啊，你现在设计的时候呢，它越小越好，这样干嘛 ？cost down， 可以使老板省钱，你就会升迁；老板花钱，你就会变变，这样懂吗？好，另外一种情况呢？design 就是你要的产物，主产物呢要越多越好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，我们做定性的讨论。现在有两个产物，啊 ，R 的反应速率，哎，它生成物啊，所以没有负，前面没有负，负 RA， 现在没有啊，是正 RR， 对，它是比 CR 比 T。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另外 RS 呢就比 CS 比 T 这样子。好，那么这个反应速率呢是跟 CA 的 A1 次方，另外一个是 CS 的是跟 CA 的 A2 次方，两个次方不一样啊、哦、好，那么现在有两个速率方程式，我把两个式子呢相除，第一式跟第二式相除，好，叫 RR除以的 RS， 那么 dCR 除以 dT 除以父母 dCS 除以 dT， 那两个都有 dT 消掉，所以现在变 dCR dCS， 等到左边你相除，右边也要相除啊， K1 除以 K2， 那么两个都有 CA 相除的话，次方相减 A1 减 A2， 啊，所以这速率比啊是什么？跟浓度有关系，这常数除常数还是常数啊，所以这两个速率比跟反应物的浓度有关系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那我们来讨论哦。假设这两个次方 A1 跟 A2 一样，那么一减呢就是等于零次方啊，零次方，那么两个反应速率一除就等于常数啊，跟反应物的浓度无关啊，对不对？跟反应物的浓度就无关，而且人跟反应器的态度呢也没有相关的。好，再来看，啊，如果是 A1 大于 A2， 就是这个 R 跟这 A1 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这个次方的活跃大，表示 R 生成 R 越多啊。好，那么反应物的浓度呢，如果是越高，那么就会有利于主产物的产生。好，那就表示它转化率呢就会越这个越大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反过来哦。那么 A1 呢，如果是小于 A2， 那这个时候呢，反应物的浓度如果是越高，那么这个 R， 因为这个 A1 小于 A2 啊 ，R 的生成物的量，它的速率呢就比 RS 小啊，
啊，所以啊，你这个时候要控制它的转化率不能太高啊。转化率太高的话，因为这个 A 度大啊，它通通变成 S 的啦、啊，通通变成 S 的、啊，这样你知道吗？好，再来，我们使用什么样的反应器呢？可以使 A 反应物的浓度呢下降。啊，这边有四种条件情况，都可以使反应 A 的浓度呢很快下降的。你如果是使用 MFR 分流式反应器，那么一进去呢很快的 A 就下降了、啊、A 下降那表示说它转化率呢很快就上升了、啊啊、你要使用 BFR 它要经过的时间，因为它流速很慢啊，那样很慢啊。好，再来，如果你这个反应系统里面呢有惰性气体，惰性气体越多，那么相对的反应物的浓度呢就减少了。那么反应物如果是气体的话，那就比较更明显了，因为惰性气体呢就吃掉一部分的，啊，所以反应物呢所占的量就变少了。所以相当于它的浓度减少，或者是它的分压，反应物的分压 PA 下降，对应它的浓度也下降。你可以在理想气体公式啊 ，PA 乘上 V 等于 NA 除以 RT 啊 ，V 移过来 ，NA 除以 V 就是等于 CA 啊，所以 PA 等于 CA，RT 啊。对不对 ？PA 如果是越小 ，CA 就是越小，意思一样啊。好，反过来，我如什么情况之下可以使反应物的浓度呢提高？那么我用 P 次反应器。P 次反应器呢，一进量浓浓色色，对不对？一开始的时候，哦，一开始的时候这个 CA 反应物的浓度很高，对不对？那么使它的转化率呢？它的转化率会怎么样？减，它的转化率如果小，反应物的浓度就高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你现在的反应物有两个呢，有主产物啊，还有副产物啊。按主产物跟 A 反应物的浓度啊，它的次方，一个是 A 1次方，一个是 A 2次方，你要比较是 A 1次方、A 2次方啊。所以你要控制好啊，一个控制不好，主产物反而少哎，你的副产物得到的比较多哎。好，那么 CA 第三种条件，如果我里面的惰性气体呢越小，那么这个反应物的浓度呢就越高，或者是它的气象反应。A 的分压越高，就是 CA 的越高，就是这样 ，OK 吗？好，再来这个部分，这个部分呢，同学有遇到吗？你的讲义有没有？有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同学的 homework 有没有？我们在很早很早之前，不是有 homework 吗？啊，结果就放到这个地方来。同学以为你们的 homework 是忘记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忘记嘞，老师摆在这个地方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只有一像这样的，类似一阶反应，一不像一阶反应。那还有 M， 还有 N 次方的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是高浓度的情况，啊，还有低浓度的情况，还有中浓度的情况。这个不是要给你解的 homework 吗？另外一个更难的。这是 M 次方、N 次方，也是你的 homework 啊，你做过了嘛？老师解答，放在这个地方。啊，老师好炸啊！老师怎么会炸？这个给你不多了，我们刚都没有给你的。哎，你的 homework 答案在这里，了解吗？好，第七章。我不晓得要不要再开这一张，这张再开，其实这没有几页，
讲不完。下礼拜，除了下礼拜早上我们再补课补三堂就好了。啊，这样可以把第七章讲完。但下午你们要考试，所以没有心情听了，算了。啊，你们这一届课都比较少，主要我这个时间花在哪里？本来上一届是讲了第八章，可能这次变成第六章。好，我就讲了第六章，第六章已经都秀了呀，量很少啊，啊，你们还听不懂哦，那很惨啊，不是你叫救命呢，是老师叫救命呢，知道吗？救命！你一日看是无看。